现在又到了花莲爱回来回兰居拍戏的现场，现在我们已经待在这个地方，花莲 long stay 已经待了两个月了，就在大家的所有的五官的感官都已经快要麻痹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感官刺激。讲日本话的精灵哎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讲，必须要让大家直接看到这个视觉的冲击，冲击，好不好？来，下音乐。我是马伊，大家好。这次呢，马伊要演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爸唱比较奇怪哟。你继续讲啊，你继续讲。你好，丁老师。作为什么作？哎耶！马伊呢？马伊呢？这一次要演惠梨，那他是一个日本人，然后他的爷爷是日本人，那奶奶是以前的原住民，就华联的人。OK。现在呢，因为蚂蚁刚来，所以不能让大家知道太多他的秘密。对，他只是能够自我介绍一下。所以今天呢，《蚂蚁花莲行》第一集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拭目以待哦。